这个是海苔的。嗯，能爆浆一点，它如果不加热的话。比我们这边的肉松小贝好吃多了，我感觉，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三四线的小城市，它没有多好吃的美食或者怎么样。这是草莓的，我感觉这草莓的可好吃了。这里面看看这。是加热过的，加热的话就软一点，但是这个肉松小贝它不适合加热。它加热过之后就油分离了，就不好吃了，这个肉松小贝不适合加热。它这个不适合加热，加热就不好吃了。这个东西小贝不能加热哈。